等不到铃声响，妈妈叫，感觉真好。今天终于不用去上课了。起床先化个妆，拍个照，上在 Insta 假装一下，其实我也很好。很闲呐、很闲呐、Invincible。哪只标点喏？阿伯呀，鬼点了。放假不要每天玩电脑，等一下哈姑妈要来吃饭了，你可以收拾一下你的房间吗？那每天对着电脑啊，电脑啊！你在哪个姑妈呢？喂，房间。姑妈来喊你吃饭了、最近已经放假，我一整天都在家里看我的老公们，真的，我一天啦。Hey, hey, and I'm going round, round, round.